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玩游戏是《神武幻想》，那么现在要通过这一层迷雾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神子的呼唤。这星轮所承载的责任，比你想象的更加沉重。在我消逝之前，我会尽力指引你，教导你。来，先试着洞察与掌握我的力量吧。哦，见证系招式每马发见威力增加4%。哦。哦，所以每一个神灵有不同的效果啦。我们跟中博对话一下。中博，你说与神巫若桑，他并不喜欢宫廷内。哦，这讲过了。好，我们切换声音。龙之玉。上虚592。好，我们现在的招式已经可以增加，可是我们，怎么样选我们要的神灵的方式啊？蓝斗，我们刚刚对话一下，神之气融合神物强化装备。这个先不用，我们对话。神女。你是想提醒我禁灾即将降临吗？你能预知到禁，是否也知道其解决之法？孩子，我原是这星轮之主，因遭难而止于一缕残魂寄宿于其中。你们称之为禁的这场灾难，是一股幽暗之力所导致。我能察觉着危险，却无力阻止其蔓延。若非傲恨给予你那块与我一般的玉石余烬，让我暂时以共鸣之力修补残魂，我也无法这样与你连接。如果连神女都无力阻止，我……孩子，你手中星轮乃是关键之物，依其需要你的协助，去帝都见他吧。这也是我未能完成的使命。好，那我们跟神女对话完了。那这个招式要怎么用呢？好，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。下个等级元年最大值上升2%。好啦，我们先这样吧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前往主线啦。那么老规矩一样，先逛逛个街。我以后绝对不要再玩这种游戏了，只是累死自己而已啊。东西，使用见证系招式就会累积见证能量。当集满能量且蓝斗等级符合，玩家行动结束后会召唤神元蓝斗。神元攻击发动。哦，这个要等级5才可以的啊。OK。散落一地的武器都未沾上血迹与尘土。不知刚发生了什么事。八成是才刚入山。遇到风吹草动就飞逃的怕死之徒所留下的。好，我走这边会迷路呢。好，我们要一直往西北方移动。那个是怪物吗？看起来是哦。
这边也是一个怪物。我们不要讲怪物，我们讲神灵好了。这个什么？他在放屁吗？哇，好多只哦！他们看起来有些暴躁。这里那么重的血腥味，恐怕是受了血气的影响。总之，千万要小心用火。好，没问题。副手是 Tape。失礼了。哇吼！而且我还有弄防御哦。请多指教。还有时间。怎么打那么不痛啊？这一招是复活的。嗯，见证。得罪了。五行之灵聚集残存的灵力，准备牺牲生命，使用限灵术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！在神武幻想的游戏里面啊，基本上是没办法练等级的，请多指教，因为他们敌人都是固定的，打完一次就没有了。这个也算是好处啦，因为现在玩游戏大部分都不爱练等级的，因为很浪费时间。就在以前的游戏比较常出现这种要需要练等级的方式，我这样也好啦，就是体验剧情才是最大的重点。当然战斗也是不能太烂啊。OK， 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三神石。存档点。刚才有怪物对我又啃又咬，还有现在都是一身臭口水，这样你还愿意触碰我吗？可以啊，完全不嫌弃我，你果然最好了，人家一定要好好珍藏你重要的记忆。没问题，好好珍藏吧，我的记忆通通都给你。这个蛮好笑的。成为我的养分吧，怎么那么淫秽的对话啊，这什么声音啊？小心，这是会迷惑人心的精怪，我曾在黑市见过这玩意儿，听说会吸取人之气血，十分难缠。哦，就是他会打我们顺便补血吗？请多指教。必须
失礼了。好，给他做回击。多指教。躲掉，必须阻止。哎，还没死啊！好了，给他做一击哦。好，赢了。又是普，好，这边哎有个宝箱，五色彩章，别担心沉下了，呆子，先想办法离开迷雾吧。对飞星而言，先别乱走，免得跌进湖里。对，哎，我的，对飞星而言，神像是对他比较重要的。这个东西，这是什么？贝币，不要走迷雾哦。好，好了，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好了，有点短，不过没关系。好，喜欢频道欢迎到频道主页换图片和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以及追踪消息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记得把它按下去，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才能随时追踪到最新的影片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